Carlos， 我是 Jill， 你听得到吗？听得很清楚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那个混蛋死了。好，早该死了。但你刚刚怎么想的？拿自己做诱饵吗？你有可能就死了。别说了，刚刚只有这个选择。我懂。还有，谢了。地铁准备好出发了，赶快回来吧。 徐东，Jill，是你啊 ！Kendall， 你还活着？算是还没死了。抱歉，有点神经紧张，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东西。可以体谅。喂，我们用地铁载社民离开，你要来吗？地铁？不错的主意。离开这儿以后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，我们会需要你这种专业人士。怎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时机不对。 听着，不用担心我，我自有安排，好吗？好吧，您可是这里最好的枪匠。别赞了，别做傻事哦。那可是你的工作，对吧？Jill， 注意安全啊。 如果你现在要去地铁站的话，走店门口的那条小巷，知道吗？钥匙就挂在墙上。
我知道怎么阻止那个混蛋了，快往地铁站跑！这会把他带到你们那儿。没问题的，相信我。
Carlos， 我们之前相处确实不太愉快，但谢谢你救了我。嘿，是你先救我的，你可比我勇敢多了。嗯，重点是我们现在可以带大家离开这城市了。是啊，你会没事的。 那你呢？根据我听到的消息，我毫无怨言。做得好，的确名不虚传。<笑>快进去吧，你一天准备要离开了。Carlos Tyrell， 你们有其他任务，你们现在必须回到室内，然后找到 Nathaniel Bard。这不是离开城市的最后一班车吧？不用担心，等市民抵达安全的地方后，列车会再开回来。没问题，你们先走。放心吧，我不会丢下你在一个没有我的寒冷世界的。废话。 你们俩得找到那位科学家，他的疫苗研究可以救大家一命。你终于学乖了，只有自己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。祝你们好运，出发吧。 你不会真的认为爸的那种坐在办公室的人能活到现在吧？有可靠的情报。怎么了？担心队友了？还是别的事？无智无慧的丧尸刚好埋伏一整队军人，人也刚好被锁上。 真的生气！怎么回事？狗杂种怎么还没死？别去，已经进不了了。来，到这边。尼古拉，你在做什么？他不是在追我呀！尼古拉！ 滚下车！ 有一会儿了，地铁应该驶离城市了吧？在想那位美女吗？ 没有，别说这种话。他跟一般的不一样。好吧，情场高手请保持清醒。这里是警察局，你确定？在我看来，这里比较像墓地。 住手！停！拜托老兄，我不想这么对你。对不起。可恶，上了锁！你想办法开门，我去解决那家伙。
放马过来呀！他是 Stars 的，这是个。门开了。那警察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，也不在乎，还有工作要做。如果我们的情报还有用，巴尔应该会在 Stars 的办公室里。赶紧把他找出来，逮捕归案吧。逮捕？我以为这是个救援任务。Carlos， 你过来看看。我找到 Stars 办公室的位置了。你记住 ，Bart 知道保护伞公司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知道我们会想办法制住他。所以这个搜救任务讲白了其实是搜捕任务。好，我懂了。我会把门打开，让你通过。你就留在这里调查警察局之前发生的事情。发现了什么跟你说。嘿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你也是。